去过一次，真的很惊艳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所以其实会也还是会想再去走走。我觉得戴了口罩之后啊，就是女生省事很多，可以免去一些化妆的麻烦。所以呢，出门的时候，我觉得可以，如果想要彰显自己的时尚度的话，我就会让口罩去搭配今天身上的色系，然后打造一个一致性，看起来会很好看。防疫的小撇步真的就是口罩戴好，然后勤洗手，然后随身包包里面都会丢一瓶消毒液，这个是我出门一定要做的一个准备。那因为刚刚那个防护衣感觉还蛮时尚的，会想要自己也买一件吗？会耶，我会很想要拥有一件，因为感觉上好像渐渐的有那个可以出国的可能性了，就先把它准备好，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。